小朋友，你今天过得好吗？暖童姐姐要来陪你跳舞喽！ Go Go Go！ 我是牛奶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泡芙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蓝莓姐姐。Go Go Go！Hello， 我是柠檬哥哥。Yes， 海苔哥哥。现在，
是可爱的小花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蜜。Hello， 小蜜。平常你在学校最喜欢玩什么游戏啊？我最喜欢荡秋千了，超级好玩的。真的真的，我也是哎。那小蜜在玩荡秋千的时候，会不会小心的使用呢？我会小心不要跌倒，可是不会小心秋千。小心自己不行吗？小蜜当然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呢、但是在玩荡秋千的时候，也要小心的使用它，要爱护它哦。不是家里的东西也要爱护吗？当然了，小蜜。虽然学校的秋千不是自己买的，但是大家还是要爱惜它哦。如果大家都不好好的爱护它，一下子就被玩坏了，这样子不是很可惜吗？如果不能玩秋千，真的很可惜。对呀，所以学校里的东西需要大家一起来爱护它，才能继续使用，继续玩哦。所以说老师也要大家一起爱护，这样才能继续当大家的老师。又不对。小蜜好好笑哦，老师他不是东西，也不是小动物啊，不是用爱护来形容啦。我们要尊重老师，要听老师的话，这样子才是很棒的小朋友哦。这样我知道了。今天学的礼貌是我们要爱护学校的物品。哇，小蜜好棒哦。那小朋友你也记住了吗？下次我们再来学更多的好礼貌哦。生日体操开始咯。摔倒，画个圈圈，伸一伸懒腰，起床记个大早，要睡得饱饱，笑一笑，讲讲讲讲，一起来挥挥手手，抬抬脚脚，经济独立你做得到，哦哦哦，喝口水不要饮料，有饮料左边拍拍，右边敲敲，练练肌肉，练练头脑，跳一跳，像只小鸟，用力呼吸，扭扭你的腰。头挺胸，身材才会好，做做扭扭体操，东奔西跑，做一个健康宝宝。做做扭扭体操，我是主角，笑一笑，没有烦恼。摔倒，画个圈圈，伸一伸懒腰，起床记个大早，要睡得饱饱，笑一笑，讲讲讲讲，一起来挥挥手手，抬抬脚脚，经济独立你做得到，哦哦哦，喝口水不要饮料，扭一扭左边拍拍，右边敲敲，练练肌肉，练练头脑，跳一跳，像只小鸟，用力呼吸，扭扭你的腰，抬头挺胸。身材才会好，做做扭扭体操，东奔西跑，跟哥哥姐姐一起唱唱跳跳后，小朋友有没有觉得身体变得很温暖呢？每天动一动，身体才会又强壮又健康哦。某某欢乐谷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